迎收看今晚的华视夜间新闻，我是庄慧琪，我们马上带您来关心最新的消息。台北地检署侦办金华城容积率案，今天以被告身份约谈威金集团主席沈庆金和台北市议员应小薇等人。透过画面我们可以看到，沈庆金晚间10点多移送北检进行复讯，他全程面露微笑，但是面对记者的询问并没有多谈。全案朝贪污治罪条例违背职务收贿罪侦办。Hello， 我是庄慧琪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